供水线现在已经完成了，在这里有山有水，有流动的流沙，在这宁静的一亩三分地里面，希望业主能喜欢。水轩，轩呢指的是啊、有长廊的、有窗户的长廊或有窗户的小屋子。嗯，水木可想而知了啊。网文生意我们也知道应该有水有木，看吗？看看，你们俩的气氛好凝重啊。三二一，哇哇，这么漂亮。这是我们家吗？我去，真不敢相信，真挺漂亮的。看清楚了，看清楚再说。真挺漂亮的，流沙图，好漂亮啊！啊，它每一次你转动它，都可以变，都可以变啊！不同的角度也都是产生相应的变化。哎，你可以让蓝色垂直，你也可以让它不垂直。啊，你看，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，对吧？嗯。这个水，所谓的木水嘛，啊，这是跟水有关系的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嗯，我觉得这个床弄得也挺个性的，这床特别像个炕，对，像有点像炕，是升级版的炕，对吧？对，走，这个试一下。这个呢，既有储物功能，也是这个床的功能。啊，这个可以打开的是吧？几个大抽屉啊，那么里面呢也是可以的，回头你们掀起垫子来就知道了。嗯，刚才我问了他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，就是床品、被子、枕头搁哪？对，对吧？对，在这里。啊，这个，这些都是能掀开的。哦。哦。啊。这么大的空间，一共三个，很有创意。箱子，这就真的很像东北的炕了。东北的炕上都会摆上一些柜子，对对对，里面放。褥子呀、被子呀、枕头啊之类的东西，这样的话孩子在这上玩还能看到外面，还能打滚儿，对对吧？是 还可以在那小台上玩一会儿，对对对，那放点玩具，对对对，那个发现了吗？发现也在往下，那也是流沙也在往下流着呢，嗯，真漂亮，我感觉比十一层漂亮，比十一层漂亮吗？嗯，真的，真的。那个灯也是比较，就是灯也挺漂亮的。啊，对，它用的颜色呢，就是往水这个字上靠的，比如说绿色系，啊，蓝色系，这个灯是绿色系的，对吧？你像这个沙发，上面就有绿色系，也是，嗯，绿色的小鸟啊等等的啊，绿色的桌子。你们家呢是一个大开间，来试试新沙发怎么样？试一下，坐一下啊，舒服的可以吗？啊。你们家呢是一个大开间儿，就没有再做专门的就餐区域了，嗯，就让它那个一专多能了。在这既是个，对了，在这就可以。这既是一个茶几，也是一个餐桌，它的高度呢比一般的茶几要高。嗯，一般的茶几高度是45厘米，那这个呢是60多厘米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吃饭的时候呢，往前拖一拖，也不会特别窝的。对对 对, 对，是不是？对。以前你们吃饭在哪儿？以前也是在原来那个茶几上面，原来一个很矮的茶几，矮的茶几那就比较窝的慌。对对对，嗯，对。然后呢，你们家保留的不多的几样东西，这个东西保留了。对对对，这个床头柜是保留，床头柜保留了。然后这些就都是新的了。这个也挺漂亮，这是一个琵琶的，是很中式。对，这个跟木头又有关系了。木水轩的木点的是这个题，因为这是木质的。
对面的木雕也是木质的。哦，这很漂亮。很漂亮啊。小象。啊，对。对，我儿子，我儿子是叫小象。你儿子叫小象啊？对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儿子属相呢，哈哈，没有这个属相。这个荷花灯也是走的水，灯也挺漂亮的，走的水，对。然后那边是做的那个照片墙是吧？啊，照片墙你可以这么理解。然后你的这个电视后面的这一块呢，它是铺了一块壁纸，然后在上面呢又做了一些手工的点缀，就让它稍微的更加富有立体感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这是海棠花的图案。那很像油画的视觉效果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但其实它是壁纸。然后你看这块，你用手摸就能摸出来了。它用丙烯颜料呢，又给它往外点了一下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让它的那个视觉上就更加的丰满一点、饱满一点。像这一块啊，这一块啊，都是点了一下的。很漂亮。这边呢是你们也是为数不多的保留的老家具，一个小茶几，一个小椅子，但是给椅子穿了件衣服，是不是气质就不太一样了？对啊，都没发现这是我们家原来椅子。没发现啊？比较中式了。对对对，比较中式了。啊，这个也是你家以前的哈。对，这茶几是以前的。坐一下，感觉会有区别吗？有，因为有靠垫了，所以说靠着会舒服。会舒服，对，是。然后那边又配了一把中式的圈椅。啊，就是来，因为咱们的户型相对小，你不能摆太多沙发，它体量太大了，所以就用这样的小椅子呢，就是如果客人来的多的话，你看沙发能坐3到4个人吧，这还能坐2个，然后这还有个小瓷墩儿，是吧？然后床边上，哦，这还有一个墩儿呢，刚看的，对，这个墩儿也可以坐，也可以坐，试试，冬天就别坐，有点凉，还可以垫个垫儿，对，行，挺好的。看完了。挺满意的。比11层好看呀、啊。真比11层好看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也是。你觉得也比11层好看？对。咱不先不跟人比哈，咱们就看完了之后整体的感觉说说。整体的感觉还是中式的味道比较多一些。嗯。尤其是从这个炕啊、沙发呀、啊，包括这些水木这些东西能看出来。还是比较复古一些的吧，比较复古。看出设计师还挺用心的，尤其是这个小象，他知道我儿子小名是叫小象，然后还特意设计了这么一个。对，行，那既然你们俩，我老觉得你们俩好像情绪就是属于，是下沉型，下沉型。不是不是。不是吗？就是被眼前的这种景象吧，就是有点迷惑，就不敢相信是自己的家。是吗？就是有点茫然了，一下子懵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你也是吗？对对对对。好吧，那我们上11楼，我们去看看11楼漂亮还是你们家漂亮。好嘞，好吗？好。我这次设计的主题叫冥想，整体的设计风格呢是清新雅致的田园风格。我希望红队能够喜欢我的作品，能够在我设计的空间里面自由快乐幸福的生活。交换的空间，情感的故事，两个用几个家的房子，你家有我床，我家有你床，只要别和从前一样，一起来吧，来体验吧，用你的双手去感受它，四十个小时明确的说，就刚才在7楼的时候，蓝队的选手摘了眼罩说：“哦，我觉得比11楼漂亮。”啊，他们说了2次。对，所以你们现在就要有强大的心脏和强大的神经来接受眼前这个事实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听主题没有什么帮助，叫冥想。冥想啊，这个对风格呀。
完全没有帮助，这个名儿对风格有帮助，哎，到底有没有帮助我也不知道，让我想一想，来吧，看吧，好吧，冥想，三二一，哇塞，戴眼镜，戴眼镜，我戴眼镜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我们家吗？哇塞，改变很大吗？是啊，这面墙都变成柜子了。是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。你看到柜子好激动啊？为什么？就是衣服鞋子特别多，然后之前根本就放不下。然后就跟们黄晶说了，就一定要储物空间特别多，没想到他就放在心里了。哎呀，感谢黄晶，感谢黄晶。你知道他可能会站在你的角度上，说家里如果有两个孩子，啊，哇，对，那是一个过梁，那个梁是感觉这个地方好高，宽敞，然后原来贴了镜子，但是的空间感觉变大了。是因为你那个过梁是不能动的哈，对，所以呢，它就用镜面给它弱化，并且让你的房子显得高起来。我要跟你说这个储物空间的事儿，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，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概念，这个杂物啊等等的，是一加一大于二。所以呢，满足储物空间那是必须的，包括这里，是吧？这是以前你们的吊柜，对，没有扔，我们继续用啊。嗯，你看这是宝宝的床，是个可以画画的地方。这是宝宝的床，哇，这还能装东西，底下都是柜子，这很大的，体量很大的，太棒了。那也就是说我可以继续的买衣服买鞋好，使劲买。上面呢放一块白板，孩子已经5岁了，对，肯定是写写画画免不了。哎呦天哪，啊，在那儿，然后彩笔在那儿，因为是男孩所以配的小飞机灯好可爱，好用心。哎呀，这个照片墙太可爱了，那是刚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，是不是？这都是他们俩小时候。那个婴儿肥。开始您知道，我们俩跟孩子说，我们要把房子重新装一下，然后我说你们俩有什么要求？您猜他是怎么说的？猜不到，孩子的话。我们家大儿子说，我要把我的房间变得那么大，那么大，那么大。满足了吗？满足了哈！我老婆好激动。这颜色很清新，所以呢会在视觉上有扩张感。刚才你说地面对吗？地面也换了，换成了米白色的地板。啊，整个这个视觉都是膨胀的哈。因为原来我们家是地砖，孩子冬天的时候，他因为男孩子不太愿意穿鞋子，他这样有地板的话，他们俩就可以光着脚在地上玩了。没错，是是是，这是以前你们的一个小桌子，那现在我们把它当成学习桌和餐桌。太棒了。啊，可以吗？耶！啊，这个餐桌，对，这你以前是走电脑线的是吧？对。然后呢，这儿其实也兼具了一个餐椅的功能，对啊，是吧？那边配了两个小圆凳儿，可以吃饭。终于有自己吃饭的地方了。以前没有是吧？以前没有，以前都是小床桌在这儿啊，窝在这儿。然后还给你改造了另外的储物空间，在这儿。我们的大柜子。你们大柜子改造了一下，对啊，储物空间的这个功能还是保留了啊。然后你说孩子玩的地方怎么了？这是我们的柜子吗？改造了一下啊，改造了就是我们的柜子，就是你这地儿原来是不是有个柜子？对呀，是的，对呀，改造了呀。哦，你的柜子还是你还是我们的柜子？是，我以为。新买的吗？没有，哦，你是那个意思是吧？对，你可以认为它是个新柜子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原来的柜子的功能保留了，然后这个柜子是重新改的。啊，对。你刚才说孩子玩的地方多一点是吧？这块其实就是特意空出来，孩子可以在这个地上爬呀、翻呐、玩啊，啊，在这儿摇一摇啊，都可以。对。怎样？太棒。太棒。这个冥想也是花鸟鱼虫。这个灯呢是可以做的，鸟巢啊，请那个设计师的朋友特意做的。我说你这里面那个蛋有几个呀？他说有5个。哎呀，我说你有4个就好了，就象征你们一家四口了，是吧？我们还想再要一个女孩呢。哦，那设计师不谋而合了，不谋而合了，他提
前知道了是吗？就是，那太好了，那这就是预祝你们成功。谢谢谢谢谢谢小姐，而且还预祝你们真的是生个女孩儿，儿女双全，多好啊。行了，看完了，怎么样？比七楼怎么样？棒！我觉得比他们家好。棒！太棒！一样的风格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发自肺腑的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尤其是我们之前在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，反反复复的跟设计师强调，我们的储物空间一定要大，一定要多，因为家里人口多，因为而且我老婆还是一个比较喜欢买东西，但是就是因为家里空间有限，经常就是我买了。没点新的，他就让我把旧的扔几件，再给我买新的。是，没点。原来就是这样，原来我跟他说的是扔一件旧的，我们买一件新的。可是有的时候扔他也会很心疼。对呀，他还是不愿意扔东西的人。所以现在有比较多的空间来放东西了，那就觉得特别激动。这下真的齐了。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白色。啊，挺好，很简洁啊。对，我们家原来的，您看那个花架啊，还有这个桌子都是白的，对，都是床，床也是都是白的，都是白的。我们坐下说话不好吗？好，这是你们以前的床，对，但是又做了一点小装饰，加了点靠包。好，那我们请出设计师来，48小时大家都特别辛苦啊，来吧，我们蓝队选手，还有两位设计师都在哪儿呢？